好，我要感谢各校老师担纲起孕育国家栋梁的重要教育工作。吉安乡公所连续三年编列预算购买近十里，送给乡内28所公私立学校830位的教职人员，同时也将在9月28日举办暨孔典礼的暨教师节表扬的活动，希望让大家能够懂得尊师重道的美德。为感谢各校老师担纲起孕育国家栋梁的重要教育工作，吉安乡公所连续三年编列预算购买近十里，送给乡内28所各期公私立学校共830位教职人员。跟孩子们朝夕相处，在环带的教育网里面，为我们深耕教育的师长跟教职员工非常重要。今天为我们吉安乡境内，不管是国中小以及幼儿园、私立高中，还有特教的14个园所，我们为的教职员工献上了满满的教师节的祝福。今年我们特选了脚底的按摩器，让老师、师长、教职员工在辛苦之余，记得慰劳自己，进行脚底按摩，让自己健康，也能带来量能的精气神，以应对我们未来国家的主人翁学习的一个动能跟扎实。在这里祝福大家教师佳节快乐。乡长游淑珍贴心挑选了足底按摩器，希望可以舒缓老师们长期久站的紧绷压力。他也呼吁老师们平常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。同时，吉安乡公所9月28日将会在五股宫举办暨孔典礼，还有教师节表扬活动。乡长游淑珍欢迎大家踊跃前来参加，一起来感谢教师的辛劳。记者会吉安乡报道。